是不是很潮？不是吧，因为我想知道那个鼓声可以这带给中心每一个朋友一个生命的跳跃感哈，生命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像我这种鼓声鼓励鼓励好吗？第一次在电视上发现他的呢，应该是在电视剧《大时代》，他演一个很酷很酷的电脑专家，还有是炒股票的。那我当时就感觉他呢一定会红起来的。那果然现在很多观众都很喜欢看风雨演戏的。佢哋既冇徐公公咁有力嘅后台，亦冇小猪你非凡嘅智慧，放过佢哋。以你嘅胆识，只怕总有啲人会步步高升，头戴花翎在我之上。一次红归我打，第二次冇记性我打，第三次第四次我会再打。那他除了演戏好以外呢，他给观众应该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亲切感嘛。那我呢就觉得他很时尚呢，很有内涵，还有他给我的感觉是很悠闲的，是圈中比较少见的一位。生命就是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的最大的享受当然是跟家人还有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尤其是从外地来到马来西亚的好朋友，我一定会尽地主之谊去招待他们的。如果喜欢购物的，我就24小时跟着他去 shopping， 然后吃的呢，我要一定要把它喂到饱饱才离开的。那希望这样可以让他们留了一个美好的回忆，会记得我啦，还有马来西亚吗？当大家以为大城市寸金尺土，每座商厦都必定用尽所有建筑面积，建造最多店铺，争取最高回报的时候，这个想当然而终于不当然了。将建筑线移后80尺，给行人更多空间，这是对人对环境都是非常体贴的关怀。要知道，因为这80尺，吉隆坡最广阔的商厦前地建筑物的设计才得以窥见全貌，也让人看清楚真正大都会的美丽。是今年第几次来吉隆坡了？今年应该是第4次吧。啊，4次了。对、啊、都是来工作吗？都是来工作，就是忙着唱歌、表演，然后签名会，啊，见见我的影迷。那你每一次都这么轻松，今天这一次来呀、啊，好让你好好的 refresh 一下，让你精神饱满的。有好东西吗？当然有了，但是你的时间又这么宝贵，我想不要东奔西跑，我们就在这个城市绿洲里面轻松3个小时，好吧？3个小时好，够了吧？够了，谢谢。自从2007年这座最新最大的购物商圈落成后，不但成为马来西亚的新地标，更与双子塔和吉隆坡塔这两个旅游点连成一个金三角地带，给吉隆坡建立全新印象。这座新世界级商圈更与艺术和文化紧紧吸着，给享受休闲和购物重新创造一个经典而永恒的时代感。品尝美食是人生最愉悦的事情，日常生活的幸福感紧密结合在饮食的细节中，千万种食材变化出千奇百怪的料理，依不同国情，依个别地域，又有更细微的差异。但同样可以满足贪嘴的饕客，或者不是为了贪嘴，为了朋友，为了工作，为了品味，亦或是为了给情绪一个出口，总之各有各的理由，乐于在这儿为吃的艺术来下一个定义。你这杯是白酒？白酒，对。我这个像
一个斋汤。对，我们广东人的汤。因为知道你有参加那个珠光宝气那个电视剧的演出了，对，所以今天就特地的找你来这个餐厅啊，就来吃饭啦。跟珠光宝气有什么？因为前面有一个楼梯是通到楼下去，有一个珠宝店。那对我们女士来讲是特别的享受，双重的收获。珠宝对我来讲是我是欣赏，欣赏这个，尤其是不买，我不买的。哎，但是我看到现在那些男明星啊，就哇，好大一粒的那个、那个钻石。对，我看到美国那些黑人。尤其是他很厉害，他们的玩那个经验，一整坨的十几斤就挂在身上面。那手指呢？手指对，戒指全都是很大的。那时候你在 Elton John 已经戴很多的戒指去。对，那你平常呢？我记得他的眼睛是钻石的。对，有。我平常没有，我平常都很简单。就什么看看啊？没有啊。没有一个手表。手表。哎，这边有一点点。啊，这个是金属。不是猪。你是不是希望我们等一下吃那个生蚝的时候会拿到两粒珠宝，那个珍珠？会吗？那我们的寻宝游戏好像没什么收获。对，我是希望里面没有珍珠啊，这个是好像是法国的。来，先来一个大的好吗？你那个最大吗？我啊，给你。哎，果然是 gentleman。听说你在法国也学过。不是学，就是拍那个电视的时候旅游的节目，对对。所以你们多做艺人的也很好啊，常常有这些节目会带让你很多机会去接触。全世界都去过了。啊，那多好！我要下次要跟你去。哎呀，可以啊。你对这一方面有什么要求呢？比如说，餐厅的环境啊，吃东西辣吗？不一定，我就最重要就是好吃。要就是地摊啊，也可以，地摊也吃得开心，对，可以。好，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跟谁去？就跟我了。可以啊，跟我就是要寻珠宝了。对，因为有吗？这个好像没怎么说。还有时候，就打个比方，我拍电视剧拍得很辛苦。然后哎，知道明天放假了 ，OK， 我要吃一顿好的，就奖励自己的这样的方法的，我也会啊。这个也是一个。但我常常奖励自己的，每一餐都在奖励自己。这个胖啊，这个很多。对，我也吃一点点。对。那个淀粉汁，我尽量。但是好香啊，你闻一下。我的也很不错，我等一下我也给你尝一下。好。啊。在大时代的那个演出讲起来，我刚才在节目的开头就特别的介绍，你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最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你出来要救那个刘青云的整家人嘛，你就拿着一个公司包之类的东西，是你从一个楼梯走下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你这个气，你是故意营造这个气氛的吗？我记得当时候你是新人吗？还是新人？对。我觉得你果然真的是不错，你看到那个感觉不是我是做出来的，不是我的，是导演的功夫好。你演过这么多角色，你会觉得你都演完了吗？还有很多。哇，还有很多没有演。其实我有律师啦，林保怡律师，林保怡医生，警察，对，大夫。说认真的，我真的很希望有一个角色是没有对白的。没有旁白，没有对白的，就是用表情，就是、用你的哑巴。对，哑巴是通常他会怎么样去演一个哑巴？就是有 voice over， 但是连那个都不要。不要。那怎么去表达？我希望就是我跟电视前面的观众，他会了解，他会明白我每一个表情在说什么。就是人家会。看出你的演技就会明白。我不希望他们是我的观众，我希望他们在电视机前面是我的家人。但是除了这个事业啦，吃啦，还有我知道你有还有很多兴趣，那衣食住行啊，有四样，我们把它分四样，你是把吃会放到第一是住。住的地方享受了，对，住的地方挺重要的，环境，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住的要舒服，要空气好，要，我喜欢海边，我就住在海边。好，你那马来西亚很适合你啊。啊，是吗？多来应该要多来。然后是行，
行，就是走路的还是车？啊，走路一对走路就跑步嘛，减肥嘛，每天都要跑一下。你有需要吗？你是不是在警告我，还是讽刺我？你不肥啊？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跑步。那车呢？啊，车也是行啊，我好像。了解到你很喜欢对开车啊，车对我来讲是很挺重要的就是坐穿你刚才也讲了，穿是最后，是比较简单的啊，吃是第三。紧贴时装潮流及世界各地著名品牌及旗舰店，让各具风格的服饰店铺百花齐放，给各地设计师的创意尽荟萃其中，这是满足购物者的金科玉律。尽管个人对时装各有所好，通常都是当艺人的都会很注重我们的外表。对，所以我现在吃的挺简单，我在家吃的就是白菜、汤、鱼，一点点肉，肉没有了。那如果穿衣服的话，我会比较要搞点意思的话，就是像台庆啊，对，台庆啊，都是你自己预备还是有专人替你来？我喜欢自己去看，我也喜欢自己。怪不得我刚才你一下车，我就发觉你在一直在看。对，看有什么好东西啊？就是这个带怎么样啊？这个男孩子的衣服现在怎么样啊？但是你会选择你喜欢的，觉得自己适合才穿呢，还是？适合，一定是适合才穿，不一定它是名牌，不名牌也可以穿。有些时候有些不是名牌，但是它很好看的。但是有一些我们不能放在自己身上，我也知道有很多，我放在你这里，我也知道有很多东西我想穿的，但是也一定要告诉自己那个不太适合你，要面对现实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女儿就谈一谈现在的 fashion 啊，因为我女儿也其中一个也是做 retail 的，偶尔那个人大家就很开心哦，常有的聊，对，好像今天我跟你聊到衣服啦，吃啦，这个鹅肝还不错，还不错，对，很肥的。哎，你这是碗？很肥的。他不要听到这一句话，我来了，我的猪肉汤。不要动！我现在要凭我的意思跟你们斗。其实这边是马来人过年的时候啦。哇，好味道！这边也是小豆。Happy birthday to you.